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微人钟表频道。如果要讲起劳力士的王者之王，必定是2013年推出的50周年纪念版帕金冰蓝面地通蓝，是非钻石地通蓝中身价最高的，亦都是第一款地通蓝用上帕金表壳加上冰蓝表面和绿紫色的陶瓷圈。不论其高质的配备，只论外表的话，已经是技术性极度。劳力士跟其他表厂作风不同，帕金未曾用于任何专业的表款，而地通蓝是首款帕金的劳力士运动表，特别采用冰蓝色表面，配搭了稀有金属至尊的帕金，这款表面颜色跟劳力士帕金腕表独有。欢迎大家的收看，如果有兴趣，请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亦都可以直接 WhatsApp 给我啦。拜拜。